詹姆斯首度松口谈自由球员。美联社体育中心综合报道，骑士大帝詹姆斯 LeBron James 詹姆斯说，我在这里还有很多工作要做，待时间一到我才会开始处理这件事，但现在我的工作就是带这些人准备下一场比赛，以及研究接下来我们还能如何提升。美国一家媒体 The Ringer 日前指出，詹黄金夏将在洛杉矶、费城、休斯顿、克利夫兰中做选择。对此詹姆斯这样回应，我知道今夏我成为自由球员就会有这些很疯狂的消息，这也不是第一次发生在我身上，所以没啥大不了，我也不会放在心上，反正就是时间到我就会开始处理。不过詹姆斯点名湖人、尼克、塞尔提克三支近况不俗的球队，认为这也是外界会为他点名的原因，而先前也有76人球迷买广告呼吁他加盟，对此詹姆斯则不太买账，他说是很酷啦，但有点太马屁了，你也知道他们就希望我过去打球。骑士目前 C 排在东部第三名，但与第八之间的胜差只有4.5场，因此詹姆斯还得加把劲才能确保球队能顺利打进季后赛。